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西西姐妹。我们今天到 Bella Vita。Bella Vita。哦，对 ，Bella Vita。我们今天约朋友一起在他们的美食街吃饭。我们好像没吃过哎，听说这个是贵妇百货。哇！我被压到。我们来看看贵妇百货哦。我们有时候那个圣诞节会来，很漂亮，对不对？你在干嘛？哦，好。很好玩耶。走那个 glass 的那个 door。好。看什么？哦，今天这很像花园哈，今天。我们走，我们要去地下室走。嗯。我看很多蜂蜜上都贴一个蜜蜂的三人。好，我们走，很漂亮 ，Let's go。走，我们要去 B2。为什么下面有一个男生？什么？为什么下面有一个男生的？没有 ，B1。下到 B2。有一个男生的吗 ？I don't know。妹妹，介绍一下咯。哇，很漂亮哦。我们今天要到他们的美食街分享。We share everything。哦，可以在这边点。我看到胖子 unicorn。哦，好，你等一下要叫人哦。啊？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就是在这边，然后点任何的，我们不会 ，OK， 没关系，我们帮你们点，没问题。没问题，我们来看。好。哇，这是全部的，妹妹，你们说谢谢。所以全部的点了，我们就去拿，还是他们会？他们送来，你就点你要，你点你随便你要吃哪一家，所以就不用去不同店，他就会送过来给你。你们想吃什么？有日本的，店的烤牛排的，还有那个海鲜煎饼的早餐。嗯，汉堡 ，quesadilla。小燕姐点的是什么？海鲜牛排，哎什么？海鲜煎饼啊，烤牛排。哦，韩式的。牛排，牛排。哦，对，来。好。然后你看，我们来，这是今天都是 QR code， 那一个番茄牛肉面嘛。哦，你要什么？妹妹点橙蒸咖啡的意式乡村番茄薄饼。很早。啊，意式乡村的是不是？我一个礼拜。马特要来点锅的麻辣半筋半肉牛肉面吗？是不是？一个美式汉堡的辣味牛肉卷饼好了。我礼拜啦，对，他出去，然后再。妹啊，啥？小燕姐，你是牛排哦？我牛排，韩式牛排，看起来不错哦。我要等他来，他来给。他来的时候，谢谢。哇，海鲜煎饼，都来都去，然后又打分。好，必须得给小朋友。等一下，哇，番茄牛肉看起来不错吗？哦 ，looks good。好像好吃吗？是啊，你等一下吃吃看，你吃一口汤看好不好吃？好，姐姐，好吃吗？好不好吃？好吃哦。我就第一楼我就进，拌面上次我就买，第一楼再进。那你得一直盯着它。你看一个脸，好，你赶快吃，我只问你好不好吃。好吃哦，汤头不错，好，所以你推荐吗？推荐什么？番茄牛肉面，粗面是哪一种粗面？是不是刀削面？那真的刀削面。辣味卷饼，小心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谢谢。哇 ，burrito， 哇，你酱够吗？没关系，我等一下还可以吃。因为他们吃不完，还可以，因为饱了，你这样就可以。哦，买了。哦，这个碗看起来好酷哦。
越来越恭喜你，啊、恭喜你，恭喜你获得你的美味的 delicious pizza。Just eat it。Just eat it。啊，你吃吃看，跟我讲好不好吃？那个都是。啊，今天怎么样？好吃。好吃吗？那你觉得这家餐厅推荐吗？啊。那你觉得今天你吃什么最好吃？那个番茄面。番茄面，妹妹。今天的披萨好吃吗？好吃，姐姐。那你有没有推荐？推荐可是它。还有。好，今天好不好吃啊？好吃。还好玩吗？在那边。哦，那今天有没有很特别？就是美食街是在那边点各家的，他就帮你送过来。好吧，那我们就说拜拜喽。喜欢这个片子，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那谁的最新影片哦，拜拜。然后最近我有做了我自己的视频，叫做 Ninja Girl Christina， 记得去帮我订阅哦，拜拜。